气泡有没有？是不是非常美？看到吗？其实，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在玩的时候，这可以用多年。等它干的时候，它就是像那样。所以最漂亮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。所以你要讲亚克力流动化，什么叫流动化？就是靠流动化，它在流动。可是要如果产生的话。Change of the season, 那就要看你这一对。Wondering where the light went. 那第二个呢？怎么去？Holding on to a cup of coffee.